哟呼！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4月13号，明天就是4月14号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录一个叫什么？就是一个生日的 vlog。还是我的朋友，你好，这是朋友2号，还有朋友3号、跟4号、5号，还有6号、跟7号、8号，等下让你们看看啦。啊，是这样。我们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我会在 AD 给你们看。OK， 我没有买东西，这边还在那拍照。啊？什么？你去准备什么的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想要买个麦片。哦，对。你们给我买的蛋糕哟，然后我就没有理你，我就继续。噔，好了，快点，吃蛋糕了，ice cream。Oh my god！ 我的裤子，我去洗了先。What is this？ 小杯。我回来，今天是我生日正日，所以我已经回来了 KL， 然后回到 KL 就是来吃这一间 CQB 重庆菜。然后这个豆，这个是。什么干煸四季豆，然后这个菜脯这样子，他们一口这个，一口白饭，还有再来一个酸菜鱼，它酸菜鱼超级正宗，我比较推荐，如果你们不能吃辣的话，可以加小辣，它是。有辣不选择啊，最小辣就是很棒而已，可有点辣，可是不走太辣，不能接受。哇，老子开胃。这个就是也是那个讲这一间福地，这一间是在 Clang 所卖。Apple Strider 很出名啊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新品。Let me have a try， 讲讲，很远呢，而且在我看过，我其实想要在 Shopee 跟他们买，可是很像有点代购，就有点麻烦，所以就还好，这次我回来，小王子买给我吃了，叮。好酷。这个里面是淡淡的淡奶油，不会很甜，然后也蛮香的。然后它的皮哦，放了应该是一天吧，还是很酥脆，好吃。今天在火车上，然后又穿着这样子的造型，因为今天是4月23号，是我妈妈生日。然后其实不知道我今天回去了，然后我是跟她讲说我
26号才回去，因为姐姐有活动，然后我已经跟我姐姐讲了，我是会回去啊今天，所以我现在差不多快到云宝，我今天坐了快十个小时的火车啊，不，十个小时的车。早安，我姐姐昨天回来庆祝，快来给我们一首嗨。然后今天我上完课了，过后我姐姐问我，阿咪，你要吃这个吗？吃那个吗？吃这个吗？吃那个吗？最后我跟她讲，不要了，我还是想要吃杂粮，然后我的小王子就买给我吃了，哼哼。然后我姐提议，因为我在我的学校里面哦，我吃最多就是麦当劳，然后那边也是有什么 family 嘛，我已经没有欲望了。我就跟我姐讲，哎姐，那边有 four fingers OK 哦，然后她就叫哦，我姐叫12只，我们还有妈妈一人4只，噔噔噔噔。可是我以为是炸鸡呀、啊，是那种，是哦，有炸有炸吧。我也是以为这是炸的哦。不要紧啊，可以啊，再看一下，是有炸有炸哦。我没有吃过啊，可是我听讲哦，很多人为之疯狂，因为讲很好吃。OK， 现在这个杂粮哦，上来这个吃法是这样的，他给你一个白油啊，就是酱油，然后嘞，你这样子淋上去，嗯，啊，温馨小提醒，不要过多，因为你们会咸死掉的噻。OK， 然后加入它的灵魂，就是这个辣酱。OK， 来，来了咯。哦耶！哎呀，有点卡住了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介意的啦，就是要这样子。哇，一个美味的杂粮就是这样子诞生。我试试一点。因为很懒，多去外面拿那个茶，然后酱油配这个，嗯，是快乐的味道。老了，来快刻两分。其实为什么会闪光？闪光就是怎么造成人会闪光？摄入光太多。闪光它在我们科学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眼睛哦，它是这样。回来就是有妈咪的。什么补汤呀？大鸡腿。很好喝这个汤。然后姐姐回去了，我很累，我在喝了汤，我在看着影片，我就睡觉。这个人呢叫托马斯·卡斯特，他曾经呢就是道西村。